们的抽奖啊，很快啊就结束了。看马和耗子，我给你一杯耗子美汁吧你。正在呢。还有一分钟了啊，谢谢低迷50%的中奖概率，一半一半，二分之一啊，现在是二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学个一技能。他在干什么？我给你个嘴巴子。嗯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？感谢 DK 小博吃药。你以为你的点人我就害怕了，兄弟？你哎呀，被小兵了，但问题不大，他已经死了。就是这盖伦好像是银机，银机。谢谢 DK 小博，还有20秒开奖啊，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中奖概率非常的大啊。他可能是有点卡，我感觉他可能是有点卡。嗯，有没有只加护甲不加魔抗的装备？50护甲25魔抗，30护甲30魔抗，我们就出这个50护甲的。感谢七舅老爷低迷全子龙狂想曲。皮孩呢？皮孩大家有大气的记得送点大气。出日炎不出日炎，出护甲高的呀，这个50护甲呢，这个才30。不，我要双火护手。拍地板，哎，龙血舞姬来了，可以。想变大，想变大大。先扣一下，不灭 A 一下跑啊 ，A 完就跑，溜了溜溜溜溜溜。日炎跟这个不一样的嘛，差不了多少。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日炎跟这个双火护手伤害差不多，这个也有献祭效果。这就不要日炎了。这虽然日炎加的技能急速吧，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加我们的体型啊，体型。我希望你砸我能掉点血，小伙子。怎么回事？这不点燃你吗？这掉血吗？这？
俺们这六分钟195加掉血吗？是个塔皮啊。三个皮，啊！别啊！啊！叮！回家了。我一开始皮没出来，看日炎二倍多，我们主要是想肉一点，并不是想伤害高。你要往伤害高那方面去找去，那肯定是日炎伤害要高一点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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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痛痛痛！这玩意儿可是真实伤害啊，小心点。当一个皮。先扣他一下 W 平 A 拍地板，平 A 当个皮，这家哎呀，这盖伦大宝剑伤害确实是有点高，先来一个布甲鞋吧，铁板鞋。来个小魔坑，你要正常的肯定是出日炎的嘛，我们这把追求肉一点，看看能多肉。正好这把对面全是 AD 的，团战先把那盖伦一杀，我可拆你的塔了小伙子。跑什么玩意儿？干呐！咱不一开始都说了吗？谁也不能跑。为什么吃我的兵？啊，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吃我一血塔？小伙子，你不讲武德，你大爷的，硬蹭呗，就硬蹭。
不行啊，盖伦大招伤害太高了，打我300多血呢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331。我们变得大一点，但是现在兵权没有以前的那个，就是平 A 加伤害了。这个兵权是血越多我们减速的就越多，这个得出血量装备。不过这装备都挺全能的，现在加护甲又加魔抗，也不用出两件了。这坦克装备实在是有点好。复抠吧，去中路找一下这女枪，找她去。小伙子还敢玩中单女枪，给口糖喝呀兄弟们，吃个塔皮吧呢。这防御塔没完了是吧，一人砸一下，帮你多吃几层塔皮来。这龙人过来蹭来了啊，你看又是他。好了，把这一塔拆了吧。妈，给你个嘴巴子，你还敢过来？把这小反甲除了。我可以不跟你们打，对不对？既然你套我点盐，我就可以跑。我们回家出反甲去，不跟他们打了。不行，我还得再收一波。我差了100块钱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。你再 A 我一下19，确实是行。强攻打40。杀兄弟，我打不灭给你啊，我就只剩平 A 了。回家了啊。什么玩意儿，蓝盾是80护甲250生命，反甲是60护甲350生命，这个加10技能极速。冰心是80护甲400法力20极速，先出大冰心啊。这我大不大？
冰心蓝盾反甲。他们要是不在塔下，我直接就冲上去了，真的。给我球！给我球！哎呦我好大！好大！给你们扛一下啊！姐姐，我好大！虽然我不知道谁是姐姐，回家了。拍地吧，嗯。谁？找一找这个蓝枪啊！哎，女枪呢？女枪没有。我们先收波兵。哎。只要盖伦不在，我们就能为所欲为了。哎呀，好疼！焦闪，嘿。敌方未能击穿我们的护甲，嘿，我又大起来了，还有好大，杀盖伦，杀锤石，啪！好的，这有两个老妹儿给我套盾，可是有点爽。我抠你一下，给我套盾！哎呀，怎么给我打死了呢？盾呢？哎呀，沙米拉打人有点痛啊！装备了，装备了，换个反甲出来。盾呢？谁到了盾呢？没有盾了呢？可能西地没好吧？有点太相信他们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又大了一点，一会儿出个蓝盾呢，出完蓝盾再出个白甲。哎，不出白甲，白甲加护甲加的好少啊。石像鬼玩家加的多，石像鬼玩家。嗯，老锤石往哪跑？追追追追追！就刚才就是你是杀我们来的，是不是？就你呀、啊，是不是你？这黄兄弟们，我无敌。别杀这女枪，这
这仨的蓝枪，我刮痧吧你！靠！翻墙了，扫一下。你可别把我给逮到了，我告诉你，小伙子。还收兵？今天阿拉指令是没完啊！阿拉指令是没完。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我一会儿再追你，等会儿。我先收个兵。蓝盾要守望者铠甲。来自普攻伤害降低 0.5%， 至多为该次攻击伤害的 40%。 对呀，这个装备好啊，先把这个除了啊，把这守望者铠甲除了，别勾了行不行，求求你了行不行，别勾了行不行，回家了行不行。这守望者铠甲减多少啊，降15点，冰心已经有这个效果了啊、哦！冰心已经有了，那为什么不早说呢？那也得出蓝盾，蓝盾80护甲呢。蓝盾出完，出实现鬼白甲，又有减息地，又有魔抗，又有护甲，又有体型变大。萨米拉，起来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这沙米拉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这回不行了啊！这回这防御塔打人有点疼了。盖伦我们好像打不过呀，他这一个大我不死了吗？他别的技能打我不掉血，他就是大招打不掉血，看看一个大能打多少血呀。这我们只要保持皮不被他打掉，我感觉我们就死不了。谁乱配鱼？可以干，有我在呢。小伙子，真不是说别的，你有点太放肆了吧？发现放肆，走回家出一个蓝盾，看看多少了。加没了。